今年汛期，保定涿州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，目前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十号下午，习近平来到双塔街道永济秀园小区，他首先走进小区门口的药店、超市，向商户详细询问经营恢复情况。接着来到小区热力站，了解供暖设施运行情况。习近平表示，经历这场大灾，居民和一些生产经营单位损失不少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多措并举，努力帮助受灾群众和企业商户渡过难关。城市恢复重建要做好防灾减灾论证规划，充分考虑避险避灾。习近平走进居民董彩英家看望慰问，详细询问洪水水位、应急居住、家具家电更新、供暖、相关补助等情况。董彩英告诉总书记，在党员干部帮助下，房子已完成清理修缮并入住，温暖过冬没问题。习近平强调，城市灾后恢复重建首要的是家家户户生活和社区居住环境的恢复，要查漏补缺，把工作进一步做细做实。基层组织、党员干部、街坊邻里各方面专业力量和志愿者要一起努力。离开小区时，习近平同小区居民亲切交流。习近平对大家说，涿州的这次灾情很重，那时我每天都关注着你们这里的情况，很是挂念大家。今天看到市政公共服务设施已雕窝镇万全庄村位于蓝沟洼蓄滞洪区，今年汛期，全村311户全部受灾。习近平仔细查看村道、房屋等恢复重建情况。他走进房屋重建施工现场，询问受灾损失、施工进展、租房过渡等情况，勉励他们团结一心，共度难关，重建和美乡村。村民杨佩然家房屋受损较轻，已加固修缮完成并入住。习近平走进杨佩然家里，了解他们的家庭收入、修缮花销、生产恢复等情况。习近平指出，房屋修缮加固重建是灾后恢复重建的头等大事，现在看修缮加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，任务最重、难度最大的还是重建。对重建户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格外关心，过渡期有特殊困难，自身无法解决居住问题的，要给予适当安置，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防止因灾返贫。临别时，村民们高声向总书记问好。习近平对大家说，面对历史罕见的洪灾，乡亲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，我向大家表示慰问。各级党委和政府正在多方采取措施。习近平还走进村边农田，查看冬小麦和大白菜长势。他指出，农业生产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方面，不仅直接关系家家户户的收入，也关系国家粮食安全。要继续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，加大农资供应保障力度，加强农技指导，组织安排好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，争取明年有个好收成。白沟河是大清河流域一条骨干行洪河道。习近平来到白沟河治理工程涿州段，查看工程进展，听取河北省灾后重建重大水利工程情况汇报。习近平指出，京津冀水系相连，防汛抗洪是一盘棋，要深入研究推进京津冀地区防洪工程体系、蓄滞洪区等的功能建设，整体提高京津冀地区的防洪能力。堤坝上，习近平亲切看望慰问水利工程建设人员、官兵、民兵预备役人员、消防救援队伍等方面的代表。他说，这次抗洪救灾，各方面力量与广大人民群众风雨同舟，共同构筑起防汛救灾、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，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强大政治优势。
人民群众感谢你们，党和政府感谢你们。